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圣经有长老在美国加州这个 Redland California、今天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能够来跟大家这个、见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啊、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可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同，今天算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请了我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做这个算是做见证了、这个私人的见证。那在我们要开始之前、请大家跟我来、做祷告。主耶稣基督呀，今天我觉得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谢你。主，你的爱是真伟大，你的这个慈悲，你的恩典啊，我们实在是不配啊。主呀，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要来跟大家做见证，请你跟我们同在，也请你的、也请你祝福大家，使大家能够、能够学知了这个主耶稣实在是不是你的，不是是我的，是大家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今天请你给你的圣灵来跟我们同在现在、因为我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有我这个好朋友、来、请你给我们介绍你的名字好不好？好、本人姓雷，雨田雷、雷公打雷的雷、德圣道德的德、圣洁的圣，就是我祖父给我取的这个名、这个非常、非常巧、就是说我祖父他是姓祖的、所以他就给我取这个名雷德圣。很好很好。那么、我要今天是要请你来跟大家做这个见证、做见证当然了，首先我要问你说、你来认识我们这个主、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对，好，说来话长呢、在很小的时候，我祖父大概我大概六七八岁那个时候，记得差不多是那个 年龄，他带我到教会里，所以接待好像去好像到外边去跑跑 也不错，所以就听了一点、天上有一个救主名叫耶稣。但小孩子的时候对这方面就是从这边听就那边跑掉，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感觉。但是后来事情就换了，因为我的祖父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诚心信主的好基督徒，每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他在一直在那个我们就在三八里跟你介绍一下，我是出生在泰国南部那克西特马拉一个很小的很偏僻的一个 小山村、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那边有一个教会，从那个山村要进去那教会的一段路呢不容易找，所以我祖父就一直在开路远求陶康，我就一直想着祖父年纪这一般了，
为什么还用这么勤劳啊，这干什么的，那个时候小孩子嘛，所以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是主的意思。非常好。那这个所以就我们就知道了，说如果我们相信了主啊，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信仰啊一直的传下去，对不对？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是多么好啊。那么你到现在为止呢，你就说信这个主基督好多年咯。差不多有50年了吧，大概。哦，那么久啊。对对，那么久。那你觉得这个信这个基督教啊，是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我们就不可以讲说是好处。信主，我们就是得到得救。得救，对，哦，神给我们这个得救，施恩给我们，这个赐福给我们，是永远，是到未世的，到见他的时候，这今世呢，我们还要一直跟着他。重要就是说，我们子子孙孙都跟着他，这才是福啊，这才是恩典。所以接着还有接着是说，我应该把这个好消息，这个主恩要分享给所有的朋友，而且我没有见过的，跟你们没有见过面的，也给你们做一个见证，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你觉得这个当一个基督教徒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当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啊？一个好的基督教徒是我们一直在抱着主不放，一直求他怜悯，求他指导我们要怎么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信主耶稣基督不是迷信，是真道，不是说像一般的信仰一样。所以呢，我们一个信主耶稣呢，要非常非常的抱住他。那你有没有这个经文啊，来跟大家分享啊？你这个有没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那个经文啊？最使我接着一直我一直看的是那个 Psalms 是什么？箴言是吗？诗篇。诗篇在那。诗篇。诗篇第几章？119章。119章。105节。119章。119章。105啊。105。119章。这个诗篇119章105节这样写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Amen， 阿利路亚。这个是非常的正确，好像我们经常走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灯，一个能看见的路，我们可以走的没有危险，对不对？就在这个世上，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上所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假的。如果没有这个主，他的道，他的灯引导我们的话，那我们就迷路了。嗯，那人不怕失败呀、啊嗯，最怕的就是迷路。嗯，这个是够惨的、哦。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再回头改一改。嗯，所以第一句应该做的对的才对。嗯。这一点是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个主基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了解了，明白了说、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黑暗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前辈就亚当夏娃犯了罪，那这个罪呢 就一直的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整个世界都是罪恶的世界，所以罪恶的世界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那主耶稣基督说，我是光亮，我是光亮。所以就我这个朋友就他就经验了，他就、有了这个经验，有这个经验说这个的确对了，这个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光亮的话，我们就走在黑暗里，那走在黑暗里就很危险哦，很危险，就好像他提起来说我们 会迷路了，会失去了那个，失去了我们这个、这个叫做什么正道啊，叫正道，所以就非常的重要、这个经验是非常的有价值，要、跟大家分享。当然大家要，你要读经文，如果大家还没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们去找圣经啊，这圣经是非常的重要。圣经我的确我自己的本人的经验呢、也相信了，说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啊，整个圣经都是真理。那我们应该是要寻找真理，对不对？那我要真的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本圣经、在你们到教会也好，到哪一个地方，凡是有基督教会的，你都可以去那边问一问，说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一本圣经、这个圣经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当了基督教，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你觉得你这个家里啊，家庭的生活啊，都很好吧？对，的确是非常好。尤其在差不多四五年前，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安息会的会员，我还不相信。到后来呢，一直在那个我的朋友蒋金正，还有一个沈金正哈，沈金正的老朋友魏水、还有一个我的那个牧师松柴，一直在讨论关于这个安息会和其他的教会的不同。后来我看到，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要记住这个安息日的圣洁，尤其这一方面呢，就
如果接到，就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圣经里面也都是经常 提起来的，我变了很多，我变了很多。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有轮班，周末、星期六、星期日，每一个周末，我们都要工作一下，一去一天、两天。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不能来星期六，我就不能来这个教会，我觉得心里很不高兴，觉得非常不高兴。不是不高兴，说我不喜欢工作，我很爱我的工作，但是我很希望说我能到这个教会里同弟兄姐妹们一起侍奉主。后来我跟我那个上司一直在谈，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安排给我那个星期六这一天你停一天，那么我每天就每个星期一我来上班嘛，好不好？他讲不可以，因为这个是医院的规矩。后来我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是最有力量的，主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美满的答案。哪一天我跟他讲，再跟他谈一句，他还是说不可以，我就掉回头讲好好，不要紧，那我就向主耶稣基督跟他讲，你不可以，你不给我是上去教会的星期六，他你不给我去的，那你跟他交代好了，我应该讲的已经都讲了，现在你就和主耶稣去谈一谈啊。奇怪，就是他站起来，哎，这小弟，你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我可当不了的呀。我讲什么当不了，你也跟你的，你跟你也是信主的嘛，你跟他讲一讲啊，看他怎么讲。我现在跟你谈是提要的，不是说没有道理。我跟你讲，我每个星期都来上班嘛，对不对？星期一我来上班嘛，那星期六应该给我一天啊。讲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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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赢算你赢，感谢主。从那一天起，我就看到真正的神，真正的主在工作，所以呢，有求不应，祷告又有信心，所以这是我的所改，是我的生活的基督徒里面的改变，大大的改变。所以我一直就想，主啊，这么多年了，你也是非常的爱我啊，我已经退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很多，但是你看我这个人还可以为你工作吧，主，我就求你教导我，领导我，明白你的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让我来侍奉你。我就这样的祷告，每天这样的祷告，可能明年大后年我有这个机会。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向主许一个愿望，愿主带领，愿主是你的脚下的灯，带着你，不可以迷路啊，人生茫茫，回头来不及。好啊，非常的感谢你。那个你提到那个安息日啊，你提到安息日，也许大家有一些还不知道说这个安息日是什么一回事啊，是什么？那我要跟大家提议说，如果你有圣经，你就可以查在那个出埃及
出埃及二十章，在出埃及二十章你就可以查到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日子提到的。好，非常的感谢，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很短的，今天也许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这个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里面啊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啊什么，不管怎么样啊非常的感谢你今天我们的时间就有这么短因为今天我们算是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有两个嘉宾，还有另外一位是那个王医师要来跟我们做这个简短的报告，说他这个现在非常的热心，要在那个辽国那边开那个医科的不是医科，是那个牙医科的那个 clinic 啊。好，不过怎么样，我今天非常的感谢你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时间来跟大家做这个见证啊分享啊，所以将来如果再还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请你过来跟大家见见面分享好吗？好，非常高兴。好，谢谢。